This man is a creative genius. 还记得之前被碰触的是床上一条虫的莱昂纳多吗？前阵子莱昂纳多才承认了他跟丹麦女模妮娜的恋情，没想到他的手脚还是不安分呐。他在法国举办第三届慈善晚会，替自己的基金会募款。结果他手一个募，募到了一名神秘女子的肩上。你募款就募款，摸人家干嘛？说是做公益，但咱们放浪的慈善家却先着手自己的利益了呢。晚会中，他与神秘女子共舞，时不时跟对方调情，摸摸肩膀，再摸摸脖子。当晚靠着这放浪式募款，募集了约4500万美元，大约是3亿人民币的款项。哇塞，看他晚会前还正经八百的与人合照，没想到募款的真功夫竟然是这样啊！